怎么没有声音了？上厕所去了，刚才。又去上厕所？哎，你不说你那个比心上面有直播，你现在能在直播呢没？我现在没有在直播啊。那能看见直播吗？你想看吗？想不想看的？那看看呗。要看吗？怎么看呢？你就先给我个是流程。点开我们的。你是不是觉得我不是本人，然后你要看看我？也不是觉得不是本人吧，那也确实得看看，毕竟俺俩认识这么长时间了。对啊，我们都认我主识要想很看看长你那时头间皮了。到底行不行。不是有老婆了吧？你还要看我？你不是孩子有都没有老婆了跟看头皮有什么关系？你是不是正规的比心？到底是不是比心？我比心肯定是正规的，但是你有老婆还看我头皮，就那看点别的地方也老行，婆不说你吧？看点别的地方也行，怎么看？就是你打开我们猛一这点个关比注吧，心，然后你没有关注我啊？没关注啊？我就跟你打一好把游吧，戏就关注你，那我也太掉价了。那我开一下吧。就你点开我们比心，先关注我，就那哦，个53359703，你应该知道的。啊，然后点开比心，点我头像，头像然啊，后就能看到。对，你要看的话，我现在开。可以啊，那你开一个呗，我瞅一瞅一眼，这都是视频，这我都看过了，这都。那我开一下，嗯。我开了，我你做好开了。了，你现在就开了。我可是我开点了。你头像以后，就是那个，就不是啊，这。我那你退出好像来之是，后再点。好像是，我退出来瞅一眼啊。退出来之后，哦，然直后播就中，我会瞅着开一了。会儿直，对，然后之哎呦，后。我果然是你啊，果然是你一模一样。对啊，而且那个照片真的是我，就是刚拍的，我在看出游来戏了。之前啊，拍这个的。确实啊，真实，这是真实。然我后，给你点个赞吧，真的真实。行，点吧。那等会儿直播间怎么卡住让你们看看，不给你们看，哼，不给你们看，我自己看。大八爷啊，想看自己看的啊，53359703，我自己看。来吧，来吧，什么打野呢？我来个啥呢？你打什么位置来个啊？奥拉夫啊，不行，我直播间怎么这么多人啊？那都是我兄弟赶是海我的，卡了吗？看看我赶海的那些兄弟吗？是我卡。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，给你们看就哎，完了不吧？是，给你们看，看你赶海这么多人吗？给你们看。不对呀，感觉。也看我打游戏，现在我不游戏主播转型了吗？你现在直播吗？对呀，我直播呢。你赶海这么受欢迎的吗？这么多人。还可以吧，可以吧。这只是小部分啊，还都没进来呢，还，这有的都懒得慌，都是那些小懒蛋。就你粉丝这么给力吧，这么多人。但是我直播间基本上就是女粉丝比较多，你可能能找到什么知音之类的。那你带着我赶海吧！天哪，我可以带着你下海呀，我这。下海是什么呀？下带我海赶海就就是行。到海里面。我不会游泳，你带我赶海就行了。我会教你教你我游在泳。外面给你拿个桶。然后你就抓鱼，往桶里塞，然后就拿去了。来吧，先来打游戏吧。哎，你会不会一边打游戏一边开直播呀？一般。我一般都有，就是有时候会边打边开。哦，也会打游戏呗。
对，我觉得你直播天但天放还是一可以，般没真的什还么。可以。我也在斗鱼，我在斗鱼直播，我在斗鱼47522。真的吗？不是，我直播间怎么这么多人？这是真人吗？我是卡了吗？是真人，不是刷的。我们没有买流量号。你跟你老婆一起直播吗？你双人档。哦，我老婆打我，她不直播。你老婆打你吗？平时 你不是说你家庭地位很高吗？我老婆打我的那那你老个，婆看你直播了打吗？我的游戏账号。你老婆现在在看你直播吗？他没看直播，他去洗衣服去了。真幸福。那维音怎么挂机了呢？风暴之怒是你不？风暴之怒，对，是我。哦，那这个可以。风女是我，我也好像刚被打了，然后他就，刚我没有看他，你一局学的啥呀？我走学的啦。盾吗？对，我觉得对，我啊。刚来的时候就给你掏盾。这怎么跟我平时打也不一样呢？怎么回事呢？咋这么伤没呢？事，刚可能是韦恩没有帮你，然后救你，所以可能会有点伤。这你已经手好长了，哎，你平时直播有人给你送礼物没？很少吧？你可以一会儿看看我的，就是那个榜，就没什么人送送的。礼物，比心送礼物跟斗鱼一样不啊？我也我也基不本上太没啥人给懂，我因送为礼物啊。哎呀，我比心不怎么看。你这么多观众，你不是一全两是千白人嫖吗？的呀！哎呀，我天！那你现在直播吗？我直哎，播呢？就没事可以送送礼物哦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小姐姐们、这小都哥不哥们。送，这都我今天我就想收个火箭都没有人送。有没有人送火箭？我印阿赖印的是这他么们长听时到间我了，说你话。直播间也这老些人，你说是不是？不过是怎么白嫖的啊？你教教哦，我呗，我没点天我也赋，想。怎么白嫖的？白嫖就白嫖呗，还怎么白嫖的？哎呦，我漂亮！我天赋错了，我这怎么打也这么伤呢？我说，哎呀，我这头懂疼啊！吧？我好像也带错天赋了，不过没事。你是 Niko 的天赋吗？你辅助那没对，事，我这有问题呀。我是 Niko 的天赋。我刚忘记换了。怎么下路这样？好烦人！你觉得我现在那去一般下路有人跟你啊？啊？你我说说现在去下路有没有机会？你觉得？有机会来吧，他们家挺深的。那我来一波。那你一般就是别人送你礼物，你都什么反应啊？怎那么感谢的？我我这想十学年学。见不着一礼物，见着一个我谢谢老板，感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老板永生平安，老板一辈子幸福。我马上来，这波好像有剑圣啊，这在样旁子边。吗？祝老就板谢福如谢东老海，板，寿老比板南大山，气。越来越漂亮，天天长1厘米。祝老板身体健康，早生贵子，永远不死。哎，他这没维音怎人么了。死的？他死了。哦，我也死这完了也这家伙，这赶客还我赶觉客得你死俩光这呢。样说就是不太行，你该亲他们一下。我也就因亲，为我我天刚天好亲过他去们，直播，没就用。是。谢谢谢谢大哥，么么哒。我就差我这在他妈脑袋上拉屎然后了都。你再做点动作嘛，加个什么飞吻什么的那种。我没有飞吻，我然后只我看是看。摄像头亲，他们都别让我别亲了，讨厌我，或者嫌就弃我。或者比个爱心那种。太装了，这女警太装了，太装了，这女警。没
给你了。可以。呀，这谁呀、啊？谢谢小迷的飞机。哎呀，谢谢小迷，感谢小迷，给小迷一个波波。我的妈呀！谢谢小迷的飞机，谢谢小迷，谢谢老板，老板大气，爱你哟，比心。他又没给你送飞机。哦，我帮你感谢一下嘛。哦，那也行。就他们给你送礼物，然后我帮你亲他们。你看行吗？然后我也试试怎么对着镜头飞吻的。人家可能不乐意让你亲。哦，好吧。真的吗？这把可能得看我们家卡米尔了。哎呀，谢谢人菜瘾大的美姬的大火箭呢，谢谢美姬，哎呦感谢美姬，谢谢美姬、啊、谢谢美姬的大火箭，这是女粉丝，谢谢，我跟你说这美姬，美姬谢谢小姐姐，谢谢小仙女，爱你哟嘛，我觉得小仙女应该会让我亲，我三亲干嘛了、哦、大体摇美姬，他们真的都不想看我亲一下吗？谢谢，不到啊，你看你直播间有没有人给你送礼物？那不乐意就算了。有。拦你要不中单，他不要，那算了吧。我就喜欢这种中单，老不要拦。我马上升啊！我再来一波。好。好的呢。播播呢？还播呀？别播了，我这是打游戏挺累的，一会儿再播播吧，行不行？一会儿再播播。是让我播播吗？那我不是，是让我播播。先给大家一个播播播播播播。不用你，不用你播播，是我的播播。但是你不是我老板吗？所以你的老板我也想替你感谢。哦，那也行。我来了啊，下路我飞了啊，飞女警了啊，飞上黑吧，哎呀我得来个人头啊，这有减速没有，好，这个给别人了，这我就不要了，我这把我这没那啥，我也塞不了，拉倒吧，让这没人塞吧，谢谢老板们，谢谢老板们送猴哥吗？谢谢老板们送猴哥的礼物，爱你。对，你就叫猴哥就可以了。爱你么么哒，也谢谢大家给我送礼物。有人给你送礼物吗？有。哎呦哇，真新奇呀、啊！真是新奇、啊。都是你直播间的小哥哥小姐姐，这帮白小太好了吧？天哪，感动了。那他们给你送礼物，你是不是得感谢感谢我？对，我感谢你，我一会儿去你直播间，你跟我说一下号。哎，不用不用，直播间。我也。哎呀，你非得来直播间送点东西，不用啊！我告诉你，你来就来了，你就来看就可以了，你知道吗？不，你说你这么好，然后我真的直播间就从来没有这么多人过。谢谢小迷的飞机，谢谢谢谢啊！谢谢小迷的飞机，谢谢小迷，谢谢好生气的小马。哎，你们有？我得帮帮着卡米尔。从现在开始，卡米尔是我爹。这好生气的念一个小妈的。我斗鱼四七五二五二，你要想看你就看一看，都可以啊。好，等我。我把这个先打完，要不感觉我要生气了。哎呀，没有吹到，没有事。我帮一手的卡米尔。没办法，好像不行，他这么大，没办法。
快推呀，上路我的还大行哥吗？呀！上路二杠一。这猴怎么瞬间就没了呢？这猴。完了，我卡了啊！我没卡吧？操了，这人等我走了，他咋皮？我以为我卡了呢。这人怎么这么坏呢？哎呦，我帮他赶客，他还吃自己吃塔皮，可恶啊！真是可恶啊！我吃个峡谷先锋。怎么会有这种人？这就叫什么？这就叫不知道社会的险恶，我的太单纯。你说你吗？还是说我？说我呀。谢谢猴哥的忠诚卫士的一个飞机儿，谢，祝老板的鸡儿和飞机儿一样大。这怎么神？谢谢猴哥的那个的飞机，谢谢老板，祝老板身体健康，早生贵子，往这走啊，卡米尔，么么哒。我这攻速慢的呀，我都不想提了，真的。卡米尔，你不仁，你就别怪我不义啊！卡米尔，你不仁，你也别怪我不义，小伙子。吃啊！这不吃啊！你帮下，我这不就吃塔皮吗？帮下路去啊，这你不得帮下路，你回家了。完了，他死了。下路什么情况啊？还能坚持住不？还能，但是他感觉文心态有点崩，主要是我也心态有点崩，我都给他这么多人头了，他心态还崩啊，这不行啊，这是我没打好。你要蓝啊，给你了。哎，真是的，多大点事儿，就一个蓝 buff 呗，真是。你瞅这人，多小心眼儿。俺们都一个团队，一个 team 的，你说是不是？谁拿又能怎么样？这叫什么？世界已痛吻我。你觉得呢？我报世界已欢歌。给我干这猴，我来了。我飞的，光头过来了，光头过来干啥来了？光头，哎呀，这回吹的。中路剑圣啊，小心点啊，小心点！中路三四个人啊，中路四个人，四个人。他们怎么跟我说？就是让我跟你说一下，他们回不去了。回不去了。对。那没办法。说让我跟你说，他们回不去了。那谁知道为啥回不去了呢？没办法，你说这回不去就回不去吧。你说我又能，我又能怎么办？我一天呢？而且都是妹妹的名字，都是小姐姐。你怎么知道小姐姐呢？你女粉好多啊，都是妹妹的名字，都是小姐姐。那女粉丝应该不会的，一般都是男粉丝。你是不是长得很帅，所以女粉很多？还可以吧。我会要去看看，我去坑坑。杀女警，可以。漂亮，给他盾，我怎么一直踩？给维恩盾，可以。刚盾给你了，
你没有给他，没有顾得上他。小龙那可以拿一个，这卡米尔可以呀、啊。我发现每把这上路都是个爹呀。主要是你帮的好呀，你抓的。哎，再杀一波光头。这波拉扯可以啊。快走！可以杀女警，别怕，可以杀女警。感觉这女警好绝望呀。可以打小龙了。这你是玩猴子的吗？是啊，玩猴子的。哦，所以你都叫猴哥了，都肯定玩猴的呀。我猴子玩的贼溜，只是没给你看。你觉得猴子那个金箍棒能有多长？我以为你姓猴，金箍棒它不是自由神索吗？我姓蓝，多长？兰陵王的蓝，我的祖先。你姓蓝吗？那你一定很美吧？美呀、啊，我不能用美来形容，我只能用正。你正，你正点。我听说兰陵王是美男子，要是您祖先的话，你肯定长得超美。其实我是混血儿。啊，真的吗？啊。那你五官应该挺立体的。我是那个满族跟汉族的混血。哦，这样子啊。嗯，那挺好的。我是新乡跟郑州的混血。那你也混？你混的？那你混的也还行啊。他们说你玩的最好的是斗地主。斗地主，斗地主还可以吧？一天赢个一两千万，赢个一两百万吧，差不多。你能教教我吗？我赢的最多最多的一回就是那个一天晚上一个小时赢了能有80来万负的。真的假的？负的不行。那挺好的，我觉得就是会打牌的人都是特别聪明的那种。聪明还行吧，我老师，我上学的时候老师都说我聪明。牛皮，真的三杀。随便玩一下，本来我没想要的，我寻思这把凯瑞的重任别放我身上了，给这卡米尔玩吧，他也不争气呀。没办法，只能是你。我可以教教你斗地主，可以。行啊。你喜欢玩那天地赖的场还是普通场？我玩普通场，然后我都玩，但是我玩的贼菜，我就一直输，多少钱都不够我输的，我感觉。那肯定的，那你不非专业的基本都这样啊。嗯，那你学了多久啊？这个斗地主？斗地主也不用太学吧，就是经常玩一玩。就天赋比较好是吧？嗯。我觉得应该是天赋啊。别打了，不好打呀，这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对面五个人过来不一定能打得过。别打了，走一波。他们怎么，他们不想走感觉。这猴啊，回回大逃跑啊。可以，我帮你推个线儿吧，这卡米尔。哎呀，
要出事啊，感觉还行。那你到底学没学过画画呀？我真学过，我就学了一个月，然后老师就让我学了。你可以一会儿来我直播间，我给你画一个，咱俩玩个你画我猜。你跑的真快呀！你跑！一会儿可能不行了，一会儿我吃饭了呀。你不吃饭吗？你吃晚饭了吗？他们让我求求你玩奥拉夫，是你奥拉夫玩的特别厉害吗？奥拉夫玩的还可以啊，玩奥拉夫可以进入状态，你可以明天过来看一看。啊，可以看，过来看看直播啥的。都几点播呀？明天蹲你。早上9点吧。好嘞。九点半，九点差不多，我也十点半左右起来了。吧。每天都早上播。嗯，这样身体你好。起得好早呀。啊，这样那身你体会好。画画吗？画画啊，我。画画一般般吧，不算特别好。小龙，咱给拿了吧。哎，快缩盾了，我自己盾。要是好像这绘小画龙的就话，我干们一可以波。来比划比划呀。我们这边有个就是小游戏，我们可以一起玩一把。哦，在你那个。直播间里头有啊，对呀，但是不能让你的粉丝提示你。也行，那我的粉丝能跟你一块玩不啊？就是进你直播间能跟可你一以块呀，玩不？都能玩可是以吧？呀，啊，那你们有的时候你们就可以玩一玩呗。小姐姐 ID 左上角，我看啊，怎么的？53359703。对，我的 PC ID 是53359703。自认为自己画画还凑合的啊！我不行了，这太疼了，这！快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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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往上走了啊！你俺们俩把那 ADC 卖了啊！ADC 卖了，ADC。快过来，快过来，求女儿，求女儿，求女儿！剑圣疯了，剑圣，你疯了是吧？你！你是不是疯了？你这么说，聊天要干什么？这猴可以，我还能超神了牛啊！八波 Q，可以吧？他可能要狙我啊！你给我看一下，挡没事。不行，不能点他，不能点他。你在干什么呀？这人好奇怪呀！他在干什么？有点膨胀了，感觉。哎，你是什么段位的？我是白银的。你是白银的？不可能。真的是白银。你肯定是黄金的。白银的辅助没这样的。真的吗？你是在夸我吗？啊，在夸你呢。回家了，我看看啊，2800，我差500块钱，5678，先回去吧。哎，打个大龙可以啊，来吧，直接打吧。反正我看他们也不来，咱们直接给这龙打了。哎，我发现了这。宝儿，快跑！没事没事。完了，哇，这剑圣哦呦，剑圣不行了，呀剑圣，完了，全死了。哇，这剑圣的英雄啊，
收割一波就完了。那么让我问一下，你多高？我1米9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呀，1米9。这么高吗？嗯，我这转起来。老弟，你现在看不见，拉倒吧。等我，等我打完，我去看，我去看看你。还有一个大龙，也还行吧。完了，这剑圣五杀了呀！这剑圣杀这五个之前是3-5-2，哎呦我这英雄，简直可恶！没事儿，再打一波。嗯，没事儿，这都小问题。老皮，我先杀的 ADC 就3秒，嗯，3秒就完事儿，不用3秒，1秒。哎，一般你要是看这种投降的，你怎么办呢？我一般都不会点投降。我比较喜欢把整局打完的那种感觉，而且玩游戏我觉得那种翻盘局逆风局就特别有意思。确实中推吧，就上来一上来就大顺风，然后还没守住，这个其实是没意思。你会唱歌不？我不会，我唱歌贼难听，哦、特别。那算了吧，那。你会吗？我会呀、啊。好听吗？我剑圣杀了。看看。啊！应该能拆掉吧？还剩个日女儿。哎呦我这为人。他们说，你唱你的背包特别好听。你的背包还行吧，但我唱歌一般都是这个直播间的都得点歌的，你知道吧？他们特别喜欢听你唱歌呀。啊，特别喜欢听我唱歌。那挺好的，我听你声音，我其实我感觉你应该唱歌就挺好听的。那你的耳朵确实还是可以的，你的耳朵。看什么呀？啊，人能听出来，咱这声音，嗯。你是不是学过唱歌呀？不过算了吧，我今天我就不唱了，我这一天都给他们唱过了，一天只能给他们唱一回，因为如果你一直唱的话，他们就会觉得你不值钱了，你知道吧？保持自己的神秘感。哦，这就饥饿营销是吗？让他们想着，天天想着，哎呀，我好想听，好想听猴哥唱歌呀。没错，你突然之间给他来一首。那他们会不会每天都催你，你给我唱首歌吧？那肯定是会的，那是。那你怎么拒绝啊？没法拒绝呀，有的时候就唱呗，那就。但如果有的时候，我就说那明天再唱吧，明天再唱吧，今天嗓子不舒服，嗯。那他们应该等得挺难受的。那他就相当难受了，那是。我感觉你好全能啊，你说你游戏打得又好，还会唱歌，还会画画，还会斗地主。哎呦，还行吧，这有点不好意思了，你要这样说的话。杀剑圣啊，剑圣进来。哎呀，这维恩给我挡一手。可以上。哎呀！完了。
完了，打不过了。剑圣，你这起飞了，剑圣。刚才其实我就应该走一走，刚才没走，我们刚才我们也走一下子的。这剑圣好像有点猛。对他后期英雄猛品，但是啊，刷起来了。不要着急啊，下波再看，下波再试试。我主要我天赋不对，我要天赋对还行。杀女警，女警杀完我不让剑圣秒了吗？还得杀剑圣，女警其实不太行事儿。你晚饭准备什么时候吃啊？嗯，我现在不是太饿呀。那你一般几点饿呀？我一般现在几点？现在五点，一般六七点吃饭吧。你呢？我也六七点吃饭，我觉得是吃饭的黄金时间。所以这把打完，我可能就……啊，不对，我还得下一把。正好我去你直播间看你，你先别着急下了。行。那我去看看呗。嗯、行。最起码我要去你直播间，谢谢大家。哎，他要杀我这猴儿！哎，直接推吧，这女警死了，杀女警，可以，一波，剑圣给机会，一波了，这怎么还 respawning 树了呢？快拆吧，十秒钟，快拆，快拆。哎，刚好五十块。你要来直播间看一下啊？不要，这怎么充值的这个？充值啊，充值就右下角有那个点一下就充值了。他在公众号可以充吗？公众号，好像不行。那京东可以啊，京东右下角直接就点充值，非常方便，直接点那个。我是那个支付宝、微信，哎，这都可以。啊，你是手机是吧？也可以吗？对。iOS 不行，我用网页就行了。对，你用网页不就可以了吗？这是。好，我用网页。稍等一下。啊，你要充值？你要来斗鱼充钱呢？对啊。谢谢幽冥的飞机，谢谢幽冥的飞机，感谢幽冥啊。谢谢幽冥的飞机，谢谢幽冥，是多少号呀？475252，搜一下就可以了。4752，搁这儿呢。啊，这么短吗？啊，这么短，不是短呢、啊。来，这是我以前的房间号，越短越好。有一个那个666的那些的，不好记吗？越短越好的房间号。谢谢红。长虹吸的办卡，谢谢谢谢，谢谢长虹吸的办卡。哎呦，你在直播间吗？我刚进来，我有点卡。我想看看我多高。嗯，我站起来，这样你们总能看出来我有多高了。以我的后边的柜子举例吧，柜子到这个地方差不多是1.5米，不是1.5米。有1.5米吗？啊，1.5米。为什么没有名字？这柜子大概1.5米。啊，你真的结婚了呀？大家好，大家好。我看我送一个什么？上面大概也就1.5米。我送这两个飞机吧。是你的飞机啊？这个用户970。用户，对。哎呀，谢谢猴哥忠诚卫士的飞机。没名字呢，这还。就只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天哪！你真的结婚了呀？哇，你真的这么高呀？啊，是啊。其实这边普遍的个头都还可以。我走大街上经常能看见比我高。我直播间有你多少粉丝吗？你直播间有过多少粉丝？我不知道啊。你猜一下，你踩一下，你过来看看呀。咋看啊？
就是点我的头像，打开比心，点我的头像，然后来到我直播间。然后呢？没有啊。有，就点一下我头像就有直播中，然后你看一下，你看你们家有多少人在我直播间？这咋看呢？有哪就里点一下，上面写会有人个数数吗？字。你进来了吗？进来了没有啊？没有上哪面里有写人人数数，的，只有贡献就榜。这个没有，上面是有人数的，有1000多个人呢，没看到吗？哎，你本来粉丝这么呀，多啊，你500多万粉丝刷吗？别人直播间里头呢，这是干啥呢？这是。进错了啊，不好意思，进错了，进别人直播间里。好吧，就是点击我头像，然后会出现一个直播中，要先关注我。平常也有这么多人关注看了你有一吗？千有多几个个有呢，人看哎你呀，吗？这才哪到哪，对啊，才一天千呐，多个，太这怎么多老给人我了。蹦其他直播间去了呢？一整就，可能是你来回滑的原因吧。行吧。你玩个你画我猜再走呗。你画我猜，搁哪玩啊？点哪？对啊，就我给你点画，然后互你动来玩法，猜。你画我猜，赞助游戏500钻石一次赞不助。用赞助，我这个就可以直接玩。啊，你玩呗，那就。那我开始画了，你们不准告诉他答案哦。这完了，这我给你看一下什么是灵魂画手。啊，就你画我猜。对，你来猜。啊。这画的我这确实画有点毕加索是的特那别意像思了，了就真的很像，这种就应该一猜就猜出来了。啊。啊，这是确实有点抽象。你看一看，厕所。怎么是厕所呢？不是厕所好吧？它是红色的那个帽子，然后还有一个小门儿，下面是个棍子。什么东西下面是个棍？哦，鸟笼。不是鸟笼，是放那种纸质的东西，那种。信箱。差不多了，对，就是信箱。你好聪明啊！可以信箱啊，啊。对，真的是哎，信还箱。行吧，我老师你经看常我夸我画的聪其实是挺好的吧？明。啊，还可以。大家如果想是玩吧？你画我猜，就找你去吧。好，如果大家想玩你画我猜的话，可以来一下我啊，的左直边播间。谢谢大有那个家，爱你们怎么叫哟！你来着？软下。